太小，讯号太小。有可能，没有，他是这个时机本来就处理很低，对不对？好，不好意思，好，没关系。好，那接下来、就刚很感谢主持人，就是借我们吉他，因为身为一个吉他手，我们都不喜欢借别人，就我们最宝贝的吉他借给一个陌生人，我觉得，对，这个可以请大家给主持人一个掌声吗？对，他拯救了我们。刚主持人也讲到了，对吧？铁花村是个音乐剧，那我们接下来带这首歌就是刚好是一个多礼拜前有来铁花村表演的面包车，然后他们一首歌叫《Gang》，对，我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你们会喜欢。你们 K-pop， 我 K-pop， 像 K-pop， 像 K-pop， 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谢谢你的 K-pop， 各种神救援。好了，等一下他就我们几个，然后还有一个会在下面，对，然后今天没有上台，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就是成为可能你们心中的顶拉卡吧，就是偶尔就是心情不好或者怎样，可以听听我们的音乐放松一下。哦，对，顶拉卡是什么？哎，你们知道顶拉卡是什么吗？骑楼吗？对啊，是台湾人独有的温厚嘛。没事干嘛把家就是浪费我们的土地，那前面要盖一个骑楼，让人家躲雨呢？对，好，好，好呢，好了，好，好，给啊。
时间里继续走。